欢迎大家翻嚟收睇我嘅开箱，我系 Stanley。魔方嘅箭头牌最后一元终于要出到嚟啦！爆炸！呢条影片咧真系够晒爆炸啦！除咗爆炸开箱之外咧，影片亦都包含咗合体嘅演示，系咪超级好睇呢？之后咧会继续嘅，首先睇咗爆炸先。主关节嘅活动能力咧系高嘅，同其他旧作相比咧，同同伴咧系类同。虽然背脊呢个尾板可以拉起，不过只脚咧就唔可以后踢。前臂同埋小腿咧屈曲程度稍为多于90度啦。接翻落嚟变形咧，你就可以见到佢嘅复杂性啦。第一步啦，首先将个前臂同埋第二节嘅关节咧一齐转，然之后咧只系转个前臂，转翻翻嚟。
而家嚟做埋个最后嘅步骤啦，将所有嘅 panel 啊同埋扣咧扣翻上去。真系非常之多啊，要细心处理。嗱，呢度我就跳过个 step 啦，因为咧都净系扣啲扣咁解嘅啫。一架相当圆滑嘅穿梭机，比例上面咧就稍稍同动画有少少唔同啦。不过呢个唔系一个问题嚟噶，其余嘅成员咧都经过调整比例，先至有更好嘅单体同埋合体嘅表现。重要嘅系调整过之后咧，保留翻嗰份味道啊嘛。嗱，每个造型咧表现都好合理，其实已经非常之圆满啦。跟住就嚟到大家最期待嘅合体啊！喺整理片段嘅时候，发觉，我砌住佢上嗰个部分咧遗失咗。咁用我喺度口述啦，就好简单啲，只要将呢个位打开个盖，将个脚掌插落去咧就 OK 啦。诈骗安装的方法咧，都系差唔多，可以做参考。砌上嘅脚部分咧，我都遗失咗片段啦，激死我！不过都系好简单嘅啫，只要将呢个膝关节穿过啡色呢个中间个窿嘅位置，卡住佢就 OK 啦。然之后左右打开坦克嘅尾部啦，将个膝关节卡翻入去，再砌翻埋。
好睇啦，企都起身啦。嗱，我哋要嘅战斗牌保时达，编嘅过程咧真系都几漫长下噶，好多版啦，翻嚟翻去亦都有唔少嘅卡扣。关于直升机尾部咧，你中意嘅话亦都可以将合翻埋嘅，就好似动画里面一样都 OK。咁而家呢度咧，只不过左右平均啲，所以我决定咁样整。要还原咧，就要用翻啲外挂件咧，其实就好合理嘅。但系空格呢个已经超越常理般嘅存在啦。而除咗外挂件之外咧，魔方处理变形啊，达到圆形效果嘅功夫咧，亦都系非常之到家。不过若然爆炸上面可以再简化一啲咧，就会更加好咯。而家要合体，实在有太多嘅步骤需要兼顾同埋进行啊。还好啦，品质又处理成熟，纵使嘅步骤系比较多。卡扣准程度咧亦都充足，只要挨过第一段去认知去学会嘅，就会舒服啦。用咗外挂件之后咧，除咗保持极好嘅身材比例之外，亦都可以将可动性去到最大化。我完全冇谂过你最嘥时间，原来系双臂嘅变形啊！佢哋嘅变形块件数咧喺呢个尺寸比例上面咧，实在系可圈可点。呢件事咧实在系吓我一跳啊！魔方嘅处理手法咧，并唔系将佢简单复杂化。而是为了还原的，所以追求还原的朋友仔就要一定心理准备了。呢一个动作大家都梦寐以求啦，系咪啊？今日嘅开箱嚟到呢度完结啦。魔方出货速度非常之快啊，品质亦都有一定性嘅保证。呢一套战斗牌绝对集玩味、乐趣、可观、可玩性于一身。多谢你收睇同埋支持，如果资讯对你用嘅话，请你订阅我频道啦。我哋下次见。